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雅云。你现在收看的呢是雅虎时尚频道的百万人气美妆榜。上个月呢，跟大家分享了三款最受欢迎的面膜。那这个月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眼影哦。十二月份到了，就是叮叮当、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的圣诞节来了。非常多品牌呢，都会在这个月份呢推出非常多的圣诞限定的产品哦。那这个月呢，一样结合了提摩关键字搜寻，还有时尚编辑们的评分，有了十大的热门眼影。那我们就开始公布前三名吧。首先第三名呢，就是 Addiction 的银彩眼影，他们家非常大的一个卖点就是单颗眼影的颜色超级无敌多，你想找的颜色他们家都有，总共分成四种质地、九大色系的眼影哦。而且他们家的珠光，我自己是觉得做得非常的出色，而且就是非常的绵滑，非常的好看。那我自己在我的频道呢，其实也有使用过他们家的眼影来做介绍，非常简单的呢，就可以打造出上班啊、上课的一个日常妆容哦。第二名呢，就是苏苦的精彩立体眼影盘，他们家的眼影配色呢，总是让人非常的惊艳哦，而且在网络上面呢，也是非常备受瞩目的。现在在我手上的呢，是2018年的圣诞限定眼彩盘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有暖色系的，有冷色系的，他们家的眼影质地呢，也非常的高质感哦，这一盘呢，就可以轻松的打造出派对妆容哦。第一名就是这个 Excel 的裸色深邃眼影，这款眼影我真的不用再多说了，它在网络上面的话题度实在是爆表，而且 CP 值真的也是爆棚。它当初还没引进台湾的时候呢，话题度就超高，我自己在日本就毫不犹豫立刻的下手，因为它的妆感啊、质地啊、服帖度都完全是媲美专柜等级的，我非常推荐给新手哦。那以上呢，就是这次眼影榜的前三名哦。那不管是自己要做使用啊、派对要擦啊，或者是当做交换礼物送礼呢，这些眼影都非常的适合哦。那四到十名呢，都会出现在雅虎时尚频道中哦。接下来明年的美妆榜的主题呢，会更多元跟更丰富，大家一定要密切锁定百万人气美妆榜哦。那我们就2019年再见吧，拜拜。